嗨，大家跟进说 Hello。第一点。对。呼呼。这样也可以。我也蛮小的，你蛮小的，很大，哪有很大？小刚说，等你跑一圈你就知道大不大了。但是跟日月潭比起来是很小，我们这好像可以超车耶，我这样。好了，来，冲啊！冲啊！我要下车的。你要干嘛？他要跑。啊，我知道。那你下车拿镜头好了，下车拿那个。哎、欸，小点那个给小点拍。好，小金，我要坐在前座。我们要记得车哦。哇！哇！我想上去。我没有踩。我想上去。等一下，我们上坡，你们才上来，不怀好意。我们一起踩。好，一起踩。哇！当心猴群。啊。有吗？好好笑哦。等一下，前面有障碍力。上我们。我们可以，我们是 Polly 耶。我们的 Polly。啊，对面是那个。前面是计程车。嗨。加油！加油 ！Hello， 慢车靠腰哦。加油！爸，你好辛苦哦。我看那小朋友好可爱哦。不是幼儿园的那个吗？慢车靠腰哦。小哥耶！他们那一车很可怜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整车都好可爱。整车都是摇马。校车吧，校车，那是校车。哎、欸，你赶快长大。两个，一人骑一台，然后我第一个骑一台，你们在旁边。小金很棒，运动哦。小刚冲刺。你在干嘛？好，要上坡了，冲刺。哎，是往哪边？往那边吗？小金，快点过来骑。帮你固定好了。啊？好，三秒，不用紧张，三秒，我要按了。右左上角三秒。好，来换爸爸。你看到那个冰淇淋吗？你说影片里面有冰景吗？我说你里面，你的那个有啊？你要吃吗？没有，不是也太恶心了吧？我香肠直接被你啃半呢。然后啃半？没有，不是啃半。讲那么啃大一口，我还没有吃到。那是什么口味？芒果。芒果。我可以吃香肠吗？你先吃完。好吧。你给他吃一口啦。哦。每个都先咬一口香肠，好不好？欸、小心，我有毒钱。因为我们上次吃啊。小心有毒钱哦。好。上次我们是三只一百啊。我自己拿着啦。自己拿。小胖子。小心踩好，踩稳，踩稳。小胖子。好可爱，胖胖的小铁在跑，可爱。小铁，跑起来，跑起来。哎，这里我没上，我都没嘞。那边有在滚了。对。哎，你过。小刚不要被我撞，小金不要撞被撞到了。小叶的脚地小心哦。小刚，你可以放在干嘛了？哎，你摸我的脚。停下来了。啊，小金上车喽。不要让他上来。为什么你还在上面？为什么还在上面？难怪这么重，对，什么啦？你应该下去的，小姐。